日子里我们是谁，又扮演生活中那一类的角色，各自的故事里各自精彩，相聚时候一起互相取暖。你好吗，亲爱的，我们都曾不太完整，直到碰面的这一刻，拥抱彼此内心的伤。我想要你好好的，说着时光的话，谁最动听？我清楚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好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亲爱的。你好吗，亲爱的，各自放心的努力过着，就算碰面的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我喜欢你好好的，快点起来，早饭都给你们做好了。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可以的。傻瓜，想哭就哭啊，干嘛忍？来呀、啊，我陪你一起哭。不要有那么大压力，放轻松，来笑一个，笑一个。我们都是有无限可能的姐姐，干杯！把心都交给彼此放。掌声送给艾拉联唱队的各位姐姐们，谢谢亲爱的各位姐姐们，我们都要你好好的。来，姐姐们舞台这边请。好感动，好有心啊、哦！啊，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呀、啊？一开始看到后面的那个画面，我以为只有他们在对自己唱你要好好的，结果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所有姐姐们的一些照片图片。 The way they show every photos of everyone related to
to the team. On the screen, it looked like beautiful and touching. The song is really meaningful to every sister in the show. Our team! 姐姐们，舞台这边请，这里请。好，我们先请五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我是好爱唠叨，你们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的 Ella 陈嘉桦，大家好。我是每天早上都好好做早餐的龚琳娜，老公。而我呢，就是好好装美、好好唱歌、还有好好跳舞的美女芬蔡小芬。我是好好哭、好好笑、好好做人的曲颖。那我呢，就是要好好学着喝奶茶的张嘉倪。所以我们就是要你生日快乐，张嘉倪！啊，生日快乐！哦，没有告诉他，他们组。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张嘉倪。哭不出来啊，现在哭了。哇！你看，冠上加冠够了，有了。冠上加冠，这是选美吧？等一下，装扮一下，装扮一下，装扮一下。戴好，戴好。哇！选美冠军，不好意思，今天因为真的是嘉倪的生日，然后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帮嘉倪庆生好不好？我们很想送一份礼物给嘉倪，对，我们要送礼物。嘉倪，我们送想我们自己给你，好可爱，这是一个。就是给你挂在一个娃娃里面哦，要记住我们要你好好的，嗯，就随身把这些姐姐们都带在身边。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别请了 Ella 团队的所有的成员一起上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感情都很好，然后就是希望我们一个都不要少这样子。然后今天这一次的这个生日也是我们的 Ada 她建立了一个群，然后告诉我们说，哎，你们小心啦，这个群啊是秘密的啦，啊，你们不要转发错啦，知道吗？我想跟大家说，就在几天以前是 Ella 的生日，所以蔡少芬姐姐建了两个群，同时一个是给 Ella 过生日， Ella 不在里面，然后张嘉倪使劲的在里面说话怎么给 Ella 过生日，然后老公就发错了群。其实今天从早上一睁眼的时候就开始被这个满满的爱意就是包围着，然后今天我的头发是艾拉姐帮我吹的，然后早上起来，然后老公帮我泡了茶。总之这一天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天，对我而言是我的生日，今天又是端午节，那我今天的生日愿望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刚刚表演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后面大屏幕其实就是从乘风2023一开始出舞台到现在，有很多的姐姐们这些回忆都在这个大屏幕上面。其实这首歌更多的是我们希望是送给每一个姐姐的一份感谢。我们还带上了像这个是赵丽娜送给我们的项链，就是希望我们永远都可以在一起，一份那个心意，这样把他们带在身上。然后嘉倪也带着了叮叮当当她送给我们的项链，就是每一份东西都有那个寓意在，这样好暖哦。
同时在这首歌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刚刚你们很多朋友也已经手里面收到了是这些姐姐们要送给你们的祝福。如果有幸运拿到这个小卡片的人，其实上面每一张卡片都是我们手写的，有我们的签名，还有一句要送给你们的话。我也要